原标题：民族器乐剧《玄奘西行》，美国演出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民族器乐剧《玄奘西行》，日前登陆华盛顿特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。该剧以丰富的民族器乐展示和创新的舞台艺术呈现，展现一代高僧玄奘的传奇旅程，观众反响热烈。土匪演员在《玄奘西行》中表演。新华社记者刘杰社。